我们来看这幅画，它的这是刚好完成了一个交界。在设计交界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就先想到大概如何要变，怎么样让交界变大。然后大了以后，我们希望它的交界呢能够呈现这个互相交叉的形状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特殊的一个感觉，大家会觉得这种好像远远看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浮动的水面，好像有雾状的感觉。然后这个呢，上面呢会好像有阳光的感觉。其实我们什么所谓叫交界？交界就是非常大的色块，给你一看什么样的感觉？你看到大海好大一片哦，心胸舒畅，或者是看到大山啊，你会觉得哇，非常巨大震撼。那这样的感觉呢，就来自于你去布置它的交界。交界就是类似我刚所说的，你需要把暗面穿越到亮面。好，比如说这是一个暗面，它原本刚是画到这里，然后呢，慢慢慢慢穿越过来，穿越过来，穿越过来。然后呢，这个亮面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原本只画到这一部分哦。好比说像这样一块，这个的亮面呢，因为色彩的改变呢，从冷黄到冷蓝。那这一块是后面涂上去的，所以你各位如果从缩时摄影就可以看到，这个冷蓝呢穿越的这后面的暗面，所以在明度上的交界的穿越以及色彩的穿越，好比说我们看到我们先是，顺序上你可以了解到说，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冷绿，或比较远的感觉，后来开始变成暖红，这个暖红呢有一部分呢从这里开始穿越进去。然后呢，因为红跟绿呢本身是个补色的关系，会使得这个暗面呢，它是显然是凹陷，但是里面有东西。意思就是说，即便非常暗的地方，它不是一个全黑，而显现出这个物件之间的彼此的这个轮廓啊，约略的你会好像若有似无，因此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红色的向后纵深的一个感觉。再来，我花个30秒啊，我看到群组上的，顺便comment 一下。像有些画友他们这个把画册啊，就是自己画的作画，来放在他自己的相簿里面。当然，第一个就是为了看自己是否进步；第二个呢，别人看了他可以检验，你可以从别人对你的看法呢得到一个证实。比如说，别人认为说，哇，你的画每张都很棒。那在衡量自己你花的时间或者你的方向，也可以晓得你以前所用的这个方法或者是方向是不是对的。那开始呢，你就要开始挑战一些更难的，比如说你要开始有一些说明，像我们这种平常的 YouTube 的影片啊，然后开始去练习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，因为你已经拥有了有一个被赞美的一个基础。那就可以呢，抛弃以前你所学习的这种模式，开始走向自己的方式。好，那这个就会开始建立自己的格调。再来，当然就是参加大型的这种平台展览，或者 YouTube 的平台，或者是世贸的展览，接受啊，去挑战别人对你作品的看法。因为唯有那样子，你才能够一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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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往上走。要不然就是会停在原地，停在原地的结果大家都晓得，就到最后自己就腻了，就烦了，因为怎么看都一样。所以画画其实是一个快乐的事情。什么时候会快乐呢？当你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进步，5年、10年的进步一定看得到。那更不要讲，如果你进步更快，是1个月到3个月之间，你就看到自己的进步。没有进步呢，自己就会画到很腻、很烦，你不知道要不要动笔。用不愿意动笔，想不想动笔？现在连天到最后呢，连挑个照片呢，都会成为自己的理由啊！我挑不到好的照片。好，我想这是题外话。不过，赤交界其实我就是画给某些画家或者某些画友里面看的。你一定要去注意你的赤交界是不是够柔软，能不能唤起共鸣，唤起感觉。你的感觉如果唤起的越多，包括你自己啊，在画的时候就可以晓得，如果能够跟他有所对话，那么就是表示你的交界越来越好。
好，我们今天聊到这里。